石将军，杨小姐，新授锦衣卫北镇抚司徐显纯参见石将军，不敢，下官奉了魏公之命，请二位回京共商大计。请你回复魏忠贤，
杨小姐和我石某人现在韬光养晦，无意回京和他共商大计。要说是请二位回京销案，也未尝不可。哼，这件事我就更爱难从命。好，那我就帮不上忙了。二位还是要再好好的想一想。 Thank you.